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王牌旅行播报，我是今天的播报员时代少年团宋亚轩，即将给各位带来的是山东省的秋游指南。泰山素有天下第一山之称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就是杜甫对泰山的描写。因泰山海拔较高，山途较远，大家可以选择乘坐缆车观赏美景。接着呢，是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大明湖，行走在长堤之上，两侧湖水波涛阵阵，步行疲惫时还可以选择游船泛舟大明湖上。要说美食，当属淄博烧烤，独特的吃法是它爆火的原因之一。用饼卷着小葱跟肉串，再蘸上特色调料，香味四溢，快来山东大饱眼福大饱口福吧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旅行，今天的王牌旅行播报就到这里了，更多精彩旅行瞬间记得收看王牌对王牌，我们下次再会。